每个人经过都会看我礼物啊。跟你讲，我礼物是特别有心思的，俗称包包美美。独角兽还是？那是我一个孙子，我妈做一个圣诞树，结果它就像它像什么的嘛 ，Harry Potter 帽子啊，方形的。有像。而且这个还是我包的，够没有诚意哦。耶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呢要 on the way 去跟我们公司的人做圣诞节交换礼物。CYB 与 D 喵的圣诞节第二次啊？是 ，Yes， 我们第二次啊。这次也比上次多了吧？多一点啊，一点点而已。看我礼物吗？赞哦！他礼物这样子，当然还没有看到我的礼物，小小个而已啦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有 dress code 的，对，我们的 dress code 很丰富，红、黄、蓝、青。对，我们要四种颜色，一定要在身上。我介绍我衣服，我这个衣服啊，讲真的啊，是五年前在韩国买的。看一下，我们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进前店，然后我们觉得四个颜色很特别，我买到现在没有穿过，第一次穿。对，四个颜色在一件衣服上。然后呢，我呢？按键，因为这个 dress code 是他想出来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公司的人哦，有点无聊，可以这样讲吗？不是黑就是白啦。对，所以我想要给他们体验一下穿搭的快乐，所以我今天定了这个 dress code。然后我呢，很丰富的也是红，我的黄在这里。他手上的那个 accessory 有很多个颜色。对，已经全部都有我的颜色了。啊，聪明吧！今天呢，不仅要考他们的 dress code， 再考他们的智慧，看他们会不会想到这种方式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见。可怜哦，下好大雨哦，已经想到水，那水。我超可怜的。对，超可怜。圣诞树，圣诞树，不要弄我圣诞树，我礼物不要弄我。说今天开开心心的吃自助餐啊！去年我们举办在火锅店，今年算是举办在一个卡拉 OK， 但是有buffet吃。耶！哇！耶！现在到我们的房间啦。那我们最早到了。哇，很大。OK， 大家要开灯给你。要开灯。OK， 最亮了。很好看。我觉得蛮 OK 的这间。好舒服啊，好适合聚会。有点像台湾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里台湾，我先怕啊。我们拍过 vlog 吗？没有吧。通常这个环境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。然后我们现在等我们的 partner 伙伴们来，因为他们呢现在应该是塞着车呀，现在下雨肯定又更塞车。Hello， Merry Christmas， 多久你一个人了？ Merry Christmas， 阿 J， 我们的第一位是阿 J。哇，他有符合主题耶，有红，等等红哪里有？黄蓝青在他的脚上。哇，聪明哦，会用 accessory 哦，100分。OK， 其他人呢？他们来着，塞车。OK， 欢迎我们。是谁哦？开门，开门！剩下的人，Welcome， 我们的阿珍、一妹，还有 Ashley。等一下，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要 check dress code， 红、黄、蓝、青。你要换哪里？哦，袜子。哇，蓝、青。他的红、蓝、青是一个的。100分。一妹，你的红、黄、蓝。哇，你的袜子不是颜色，小慧，红、黄、青。请问头上那个是公主头冠吗？大家很遵守 dress code 哎，我没想到你们可以那么 colorful 的，后面的更遵守，你要看后面的更遵守。我们今天会有更厉害吧？我一见就是四个颜色，有些比你厉害，有些特别厉害，怎么可能？我 expect 他是最差的那个，没有后面的更惊喜。Oh my god！有请 CYB 两位继续，哇，这么敷衍的这个礼物，这么敷衍，哇，等一下，这个礼物叫你啊，报仇了各位，今天，我就想起去年，回放去年的画面，谁拿到枕头？我了，今天我来报仇了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要 dress code， 我的 dress code，我全部都有。你后面一点太暗了。没有啊。你这个红。红跟什么？黄跟什么？那个橙。没有啦，有啦。里面有黄色。蓝青。蓝青怎样？蓝青。青。什么青啊？有点敷衍。哎，真的嘞。哎，青。红在这边，躲在这边里面。黄。黄呢？蓝。哎，蓝眼镜。呀。哇，你们这个很假哦！真的，我穿上就不像。好，先去吃东西，先我们先开吃。哇，自助餐就是棒啦！开始。我不咬，不咬。你不要拿麦克好，你不要拿麦克好。我姐妹的歌。
个短短一个秒。啊，好累啊！人人都健康，有人晒晒太阳，摇摇头，比比比比，谁是台湾第一？他们来给我一个 plop， 就要蔡东杰。是原版。一人一个脚。看到我看到一辈的那个吗？把一辈，这一排上拿这一排。哇！哇！因为还没有那时候没有，所以我们很努力。大家应该是一年来没有冲洗啊。没有给钱家吃吗？看不懂啊，吃完。哇！各位加油！一抹是笑颜。啊，这是有故事，咱们这边有故事。这是我们跟四人来第二次卡拉 OK， 去挖三个还不要唱歌，求你，求你。因为他的 baby 跟我们讲哦，他现在唱田馥甄的歌，大狮子不要唱歌，求你啦，求你啦，求你唱歌，你们一起挖一下，求你啦。唱完这首歌我们就冲了。要不要版权？永杰唱他节目是版权的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的交换礼物环节要开始了。然后呢？是我的噩梦啊，各位。这个环节最可怕，各位，你们要打起精神来，小心抽到我的礼物。各位，我们要先各自形容自己的礼物是什么。对，这个环节一定要。对。OK， 来，去拿这礼物先噻。呀，我们先拿各自的礼物来。OK， 你先介绍。谁拿了我的礼物，就会有 double 的安全。double 的安全啊，毕竟是什么安全包吗？毕竟是我口罩了。安全。你呢？乖，我的礼物可以让大家至少两三年都很舒服。哇，两三年，我就是枕头。哎，枕头也像小慧，觉得那小慧，我的是每天都会很开心的。对，这个很广哦，每天很开心。OK， 你要讲是坏礼物。如果最没有符合 dress code 的话，这个是非常适合的。哇，一定是五颜六色。对，一定是五颜六色的东西。到底我的可以解放双手。啊，解放双手，好想要啊！做一个废人。是不是很奇怪？我很讨厌。我觉得的话，可以有益身心啊，会身体健康。哇！你不买坏礼物？坏礼物，我就是坏礼物，不能马上。我觉得我是全场最坏的。如果谁礼物不够坏，那讲班。最坏的有没有讲啦？最坏的居然没有讲，没最坏啊。最好还什么？最不坏的惩罚。最不坏的惩罚。惩罚什么先？讲先。可是不包括我们两个吧？因为我跟苏生送的是好礼物，你们都是坏礼物。对。所以你们那边如果谁不够坏，就有一个惩罚。我马上讲一个惩罚，把这边吃完它。啊，这里是一个有意思，有意思，三十。我没有讲我的礼物哎，我的礼物可以让你24小时365天都很幸福啊，对不对？在屋里面，你的礼物应该是全场的小哥喽。很幸福，真的很幸福，是从头到脚。这礼物不要吃完了。没有吗？我们已经讲好了，你们抽我们的礼物没有？是好礼物。其实如果我们两个礼物不够好，也是要被惩罚的。对，我们是不够，我们要很好。Okay. 我们现在呢需要有一个环节，因为我们有 dress code， 你们要。你们 DM 书生投给对方，就是你们不是除了我们两个，你们要投给对方谁的 dress code 是最好的。你们就选一个名字，把那个名字送给书生的话，噻，就是今天去放 dress code。OK， 各位现在开始，除了我们两个，也不可以放自己。噔噔噔噔，我们的最佳 dress code 就是我们的书生。OK， 他可以先来抽。你要讲这次我们抽礼物的顺序不是像以前这样是照啊，资历，资历。我们现在照着学，没有没有分别，有没有看回去？没有分别哥。那你要这个吗？不要。OK， 那你要这个吗？我要。OK， 那你要先拿这些，拿这些。我希望你抽到我的。因为我今天是来报仇的，我不知道有哪好用。我希望你抽到我的。OK， 是不是可以先，因为我们用了轮盘嘛，还可以来选。哎，我不是直接选啦。我的。哎，别，来抽，看抽谁。抽我的很水哦，真的。抽我的是水哦。我抽这个。抽谁？一倍的，抽一倍的礼物。哇，黑哥你，黑哥这样危险不？其实我只想要永杰抽到我的嘛，我是很紧张，很紧张，我也是想要永杰抽到你的。Oh my god， OK。第二名，没有，我们让以贝
预备抽嘛。顺着去啊。对啊，顺着去嘛。OK， 我们预备按。喂，各位，他们偏心哦。噔，永健。比较好笑。你来，先完了，完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到你啊，你来抽。永杰。哦，忘记删掉你的，跟你应该不抽到同样的吧？抽的感情的吗？没有，小慧的。小慧，坐下，坐下。完了。很适合你耶，你可以驾驭的颜色。真的。OK。那小慧，我欢迎 Jack 走到永杰。永杰。永杰。我觉得在场最好的礼物应该是小辉这个。喂，我不要了。我不要了。我不要了。就是这样。不要看。Adrian。Adrian。我抽我了喂。到底谁抽永杰的呢？ Adrian 抽到吗？这三个好紧张哦。让你抽。而且我这还好，我觉得两个都不会到场满席外。谢谢。对，我们来一个。永杰拿到的是。对。是啊，是啊，永杰，就是永杰。真的是啊，没？真的是他，一定是永杰。然后安三的。哇，很重哦。真的很重哦。这样子，我们从谁开始先？先开始。开始。OK， 他先开。这是谁的礼物？我的背。怎么这个包装真的有够烂的，是可以直接撕掉。解放双手。好喜悦嘞！你们刚刚到吗？我哇，包裹了喂！怎么来的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记得买一个是吗？没有，我买这个。哦。那你买。这个你挂在那边，你可以这样看手机，不用按，不用手。你被你的懒惰所打。那个里面东西有样是你的。哇，好懒哦哈，真的是懒哦，看啦，真的是懒。慢点。哇，这个。这个是很方便的。慢点。懒哦。这个眼睛会盲嘛？我帮忙的。很近哦。这个不叫近视啊喂。这是老懒，然后再讲懒人就行，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水要水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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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，下一杯，下一杯，我们就好。哎，其实讲真的啊，我觉得一杯礼物算不错嘞。一杯礼物是我跟孙总在用，是很蛮贵的。这真的很幸福哎。真的很幸福。真的很。而且是啊，你刚讲吗？他懒是不是？我这个礼物。手里买过，没有，不是，他刚刚买的。老板，我没有中到。这里是拿多少钱吗？500块。他去年是这样讲，你去了100块吗？你去了100块。哎，这个很帅。哎，你们上网现在这个品牌是枕头界里面的 LV。500块。哇！是很懒的人，你哪可以带出门？好彩哦，好彩，轻哦，这是我感受嘛。轻哦。哎，这才显一点。这个是谁呀？小慧。你刚刚讲什么？这个东西。你刚刚讲什么啊？他每天都会很开心，可是不是他，是全部人。什么来的？爷爷的。耶！这个好甜啊！超喜欢穿的。哎，刚好是我的 size。耶！对，就想每天都会看到。哎，这个很 cute。是什么虾？虾头。对，虾是虾，会动。
尾巴。以后你在公司有一双自己专属。哦，要放在公司用这个。他很喜欢有一个专属的鞋子，到小慧上，而且会抽我的，啊，我的，显得我很廉价嘞。我的是全身都可以用它，然后。这东西蛮厉害的，真的。非常非常耶。其实私生用过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用过，好不好？全新的 ，OK。哇。这是可以让你舒服的啊，这样玩。这个其实不只是香水啊，不它除了可以当香水，还可以当成是就香香的，有一点 skin care 啊，有点 skin care， 你可以放松你的精神。哇。你要上手可以喷在枕头上，睡觉时候舒舒服服。你很烦的。可以喷，可以这样喷。不过你要等后面才闻，这是用香水什么？类似，它就是香味。它可以当香水，也可以当成叫什么喷枕头啊，也可以喷头发那男生不会欣赏的啦。啊，你不懂的啦，你们这些臭男生。你看那边准备搞，他就是准备这个做我，好惨的知道。到谁哦？到我。来啊，你好玩。Agent 的不丑啊啊。他的也不糟，比前面好笑吗？哎呦呦，蛮好笑的，真的。怎么你的表情好像一点都不好笑？真的，真的。你可以盖眼睛啊，你可以盖眼睛啊。噔噔噔噔。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那个莲蓬头。Jumbo Max。哎，对，就是那个啊。就是那个床单吗？不是。这是耳机啊。不是。他给男生摸。不是，他是。冲洗澡我用了，不是不是，我觉得是打电话。是喇叭。马上听，马上听。哎，我的第二套嘞，下一套。谢谢。在做什么的？卖公司给你们听。Speaker 公司有新 Speaker。Oh my god！ 我一下连风头。他们离开了。很酷哎。哎呀，快递做蛮香的。对，真的不错哦。现场播歌。Already ready to connect. Oh my god！ 哎，这可以。做的很好哎，他其实。是哎。对。哦。哎。我看到了，他要来当道具。不可以，今天吃30块。我借。下一个谁 ？Agent。有借口，相信。那来，相信。那兄弟啊。抽到他的水了都！不是，不开心。你先拿出来的。哎呀 ，ready ready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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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你看嘛，真的是我们嗨疯了，懂吗？鸡腿是肮脏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最烂了，你最烂。你真。各位，我要跟大家介绍，这个是永杰被撞的那个赛女人，在我家外面。他给一个女生装上面的包料，你看这里，这是超垃圾的，你最垃圾哦，你就是最无耻的人。你放在你的位置可以当镜子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他只会伤心一整年。你超贱的。换礼物吗？我想换礼物吗？是不是？你要很小心开，因为什么？他一开就是灾难了。哇！一开就灾难了。原来还有比永杰更烂的礼物。哎哎哎！研究了，拿下隔壁开门。在哪？在隔壁开。你有没有？全部人很怕。他终于可以爆仇。爆炸。孤立，我怕了。只有做耳朵短的是。哇，特地买啊？啊，不是，没有，你不要乱挪。你这个要真的是要小心开，真的要小心。它是一线的东西来的。这样叫我小心。对。有没有开？有没有开？大家在和 Misco 感兴趣的 Apple 的喇叭。不行，我就 Agent Living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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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得。都跟我讲三个。超米啊！哇，超烂的。没得。那个球球。没得。Oh my god！ 毒蛇。哎，没有啦。不是，小心。慢慢拿出来。哎，我不想赔清洁费钱。哎，有一定的东西耶。没得。什么来的？这蛇酒哈。蛇酒。绝对是永杰，绝对是永杰。没得。那我们有蛇哎，这个啥？喂，这个很酷耶！我的 ，What is this？ 喂，水瓶，水壶，我知道，有 ，OK， 真是你，里面还有一样东西，它是一扇的，它是哎，还有东西，这一张，还有一个字样，叫那件蛇掉，出轨了，还有东西，
应该在这里，应该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哎，这个礼物蛮好的哎。对对对，食物你都要吃好了。是啊，对对对，这个，有的有好了，它是一次毛巾哦，做运动要用毛巾。哎，这个很好哎。OK， 我以为什么东西吓到我，我以为什么东西厉害哎，这真的，这是不是太好啊？这真的，我们到这，素贞讲什么？要马上穿，要马上拍起来。哇，是你啊！你要马上，四川。OK， 我们直接换下一个场景。没有，这个拍。Oh my god， 快点带去。我们现在等阿 J 变装，下一个场景就是 J 变装啦。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J。阿 J。阿龙。好累哦，各位，好累哦，真的很开心，我太开心了，你别吃了，这个比较好，我们叫我就看他两个，哎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写我们最坏礼物里面的最好是谁？阿杰啦，讲什么？肯定不是我，来脱裤。他礼物真的很好哦，有经验。OK， 我们来一起选最坏里面礼物最好的人要罚吃，我们要指向他。那一个指那个，最坏礼物里面最好的那个。OK， 3、2、1。哇，当掉你当。全数通过，我来一块吧，输一块，他输了。我们解决一盘就好了。你选一盘啊，选一盘，不能的这个。我选一盘了，哪一盘都死了。别这样子了，把你的吃完了一下。那你的礼物就是那边了。所以下一次呢，请好好送礼物。请好好认真学习这个教训。这个我们没有再客气的，要坏礼物就要坏到底。OK， 今天呢，我们 CIP 跟 Diva 的圣诞节交换礼物就到这里呗。现在也有点晚了，各位呢可以明天12点才上班。跟我跟永杰没关系。我们明天见 ，Merry Christmas。其实不错吗？很可怜。